称重机接铝箔机测试一下产品，现在标准的没有金属，然后安全通过，也没有超重啊或者少。然后现在拿出一个盒子，第一先过称重机，然后重量不够剔除，现在把盒子放上去，然后再把一枚金属钉出钉放进去，经过铝箔机，然后报警停机退回来。